大家好。Hello，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午安，午安，大家好，现在开始从缘分相遇，看咯。午安。我现在只能用平板，因为我现在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然后就得拿我的手机开播，它整个消失了，不知道去哪。Hello，大家下午好啊。Hello，Hello，hello， 下午好。哎，对，今天早上不是地震吗？大家还好吗？今天早上大地震哎，蛮大的。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通常地震前，如果不是特别累，我地震前我就会醒来了。然后地震前就会醒来，然后醒来，然后他就会开始摇。就我很准，我是很准的人，我是很常准的人，我是很常睡。早上的话，我会就是如果特别大的地震，我会先起床，我会先睁开眼睛，然后想说哦，睁开眼睛干嘛？他要地震了，然后就会开始摇，然后说哦，我就知道。然后就听到我妈的尖叫声，对，就很准。我就听到我妈尖叫声 然后摇完之后，我就会过一阵子没办法睡觉，因为我妈好吵，我妈很吵，我是快。我不知道，但我很常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地震前就已经先睁开眼睛了，很常是很怕地震的人，头晕吗？是很怕地震的人，头晕吗？但是因为我从昨天开始，我头就超级痛。然后今天也是，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头痛了。我本来就在头痛了，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这次以后起床了，这样。
起床了，这样。我一直在痛，我现在超痛的。我从昨天我不知道干嘛，然后我昨天想要找温度计，然后温度计在我妈的房间里，我就想说，我就请问为什么温度计要放在你房间里？那时候半夜我又不能打开门说我要拿，然后就很痛的睡着了。然后过大概两不知道吃什么，我们来吃个泡面。我手机到泡面，我手机到底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去哪，超诡异的。有警报吗？我好像没有警报哎、欸。我也没看，好险他没有警报，不然。可是我警报没有发声音，没有声音过，所以也还行。但是我觉得我妈的警报声比较可怕，我妈本人的警报声比较可怕。每次这每一次的。每次都被他吓到，行吗？你这样子慌，行吗？你这样子慌张，你就算出事，你叫再大声，他就会开骂。我不是很有道理吗？他就会开骂。我不是很有道理吗？叫再大声也不会有任何帮助啊，所以叫干嘛？很吵，我每次都很生气，就是我每次在睡觉，然后被他吵醒。就算我被摇醒，我也可以立马睡着。但他就是我被摇醒之后，他就开始尖叫，所以你加上噪音干扰，你就没办法睡着了。过度理性，我吗？我还好啊。啊，确实，好啦，也算。啊，我自己站，你为什么帮我？跳起哦，叫超久，他摇一分钟，他会叫两分钟。真的，他摇一分钟，他会叫两分钟。我要煮泡面，我看一下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煮。虾仁，这是什么啊？看不懂。就这样吧，对，我应该就加颗蛋就好了。惊吓周期到底是，然后它会硬多了很久。台湾人习惯了吧？他没有，他晃一次叫一次，他晃一次叫一次，然后就会在家里乱冲，我也不知道是要冲去哪，我真的不知道要冲去哪。我说我们家都那么大，你走廊就一个，然后你在走廊上冲，啊，你也只能冲个大概三秒吧，那、啊、跑比较慢，冲个五秒，那你到底要冲去哪？我就问，会啦，我打蛋，
有比较安全，我也想冲。对啊，通常都是我坐在沙发上，然后就看他冲来冲去，然后会伴随着忙什么，我跟我弟都是。我们俩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冲什么啊，为什么好冲的。有时候大一点久一点他就会冲出家门。小一点的他还来不及冲出家门就没了。他真的会冲出家门，我是认真。是今天开麦是不是？不是那个地震的时候冲啊，运动。有买票，太棒了。程度的量。不好吃，所以我还是把它煮完好了。浓度的量，应该吃不完。比王送的缘分项链。谢谢小周粉送的红玫瑰，我很喜欢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很喜欢这个周边。生日会活动当天还有加一对，去，因为好像来不及。谢阿北送的缘分相遇，哎，你们知道我煮了几分钟吗？我刚忘记看时间。太极限操作了吗？可是这样才快乐。谢谢小杰送的 Popcat。哎，我蛋去哪？完蛋了，我蛋不知道去哪，它消失了。去哪？但是因为我这次面把它
弄成两半，然后它就扑通，然后就跌进去那个谷底，然后就不知道去哪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嘞，试试看。嗯，看很久吗？没有啦，我没有啦，我刚在前面在煮水，没有滚那么久。我前面是在等水滚，没有在煮面。不可能八分钟那么久了。我说我煮面，没关系，没事。对啊，煮八分钟的面还得了？没错。所以我也只是问问哦，日式麦茶，盐脆绿茶，今天来喝，好喝牛奶，比较耐煮，可是还是会软掉，我不喜欢软的，呀、yeah, ，很烦。起司嘛，我超讨厌起司，起司有起司味，我也不喜欢。起司那个起司味，不知道，我是一个怪人，我不喜欢吃起司，大家爱的起司我不喜欢，我超酷的。但这网络比较好，它有一个味道，加进去就是有一个起司味了。换什么？换啦，我刚刚就换啦。没有换的感觉，那也没办法，我没救了。这已经是换了。哇！现场跑的起司更可怕，起司会更重。算了，但刚刚没有切换。没感觉到我有换哦，因为我现在是用我的手机在播，我就说我手机不见了，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手机在播，所以我直接往上滑，按掉取消 WiFi， 然后再往上就好了，很快。蓝起司超臭，喜欢披萨，披萨还行，但是我不喜欢那种饼皮外面不是有那个芝士什么的，那个我不喜欢。
跟大家推荐这首歌，这首歌是写给狗狗的，很可爱。它叫 Ruby，Ruby 是唱歌的这个人 的狗。等我一下哦。这样比较干净吗？没有。家里很乱哎，算了。家里不请打扫阿姨之后就很乱了，因为疫情期间就没办法请打扫阿姨来，然后就变得乱乱的。这首刚刚那首是李泰容的歌，他写给他家的狗，因为他家的狗好像在前几年去世了。Hello，我要吃泡面，他们这样比较爽。大家扫被拉到叔叔，没有，我现在打扫家，我们家的就是我们自己打扫。那以前，这很难治啊，因为。也是一笔花费，我妈就说：“哦，刚好就这样就省钱这样。”我找到我的蛋了，有点煮太久。小道消息是13、14号要开演唱会，对 ，I know， 谢谢乌鱼送的比心。对，有小道消息，但是因为在台湾啊，台湾。怎么可以不冲？因为刚好日本就空13、14号那一种，然后就更加增加那个趴数，这样。就林一不会想看吧？林一根本不会想看。据说17开一天，那就是14吗？天哪，那我很危险。我可不可以开两天？超危险！我想一下，超危险，不可能。如果只开一天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省钱的命，我不知道，再看看。还不确定，至少都还不确定。我真的大赚特赚，什么都赚，今年。
公告栏是什么？哪个时段都不行。哦哦，公告了。花盆上当裂开，而且我不是。好，这整蛋天的，对呀、啊，受不了，拜托 ，no，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一二期。哦，我喜欢一二期的歌，好烦哦。没关系，我开始安慰自己。没关系，这次是一二七，如果没有的话，我不能花钱。我开始说服自己不要花钱。被迫省钱，没错。为什么？好不容易来台湾，但也不一定啊，但也说不定、啊，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我们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这个是安全汤面，安全汤面。上上的感觉有啊，插华公布，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布的，但是我觉得我要哭了。赶快公布，然后就可以赶快说。但我其实说过了，我速度超快。安全口味选，我不知道，我都是橘色的，超前部署，对。但应该很难。然后这时候如果真的不行，然后就要开始说，对，这只是一二七。但我真的啊，认识中午节，嗯，有工作开始抢票。桥票吗？啊，就只有一天要桥多少票，就不用看了。这一天就不用桥票，就不用看了。我是不会 emo 啦，我不是一个很容易 emo 的人。我只会觉得很烦。我不会 emo 啦。哎呀，我觉得应该会有票。对啊，该放弃的就是要放弃啊，不然呢？至于目前，因为俊还没有开巡回啊，他们开巡回，如果一二期真的来的话，那俊应该也会来。对，可是抢票团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不会抢票。正能量吧，谢谢。可以教我一个，很快抢吗？哎，我真的超不会抢票，我朋友也超不会抢票，超好笑。
二期应该不会很难讲吧？我不知道哎、欸，一二，如果是一二期，感觉不会很难讲。好厉害、欸，那你真的很厉害，抢过防弹跟防弹丸。一二七不俊才难说，一二七，一二七应该还好。连 TP 都会失手，我也觉得我 TP， 如果要我抢 TP， 我可能也抢不到，我抢票真的很烂。反正伊利七会比俊。但是就是连一二七来台湾都不能看，就觉得难过。虽然台湾要也是去国外看比较好，但就是不会抢才省得到钱，但我真的超会省钱的，因为是我是很喜欢一二七的歌，他们歌真的我真的超爱，就是他们的歌比那个 NCT Dream 的还要喜欢，就很想去听啊。对。但喜欢俊的没错，风格上是哪两种啊？一二七就是这个啊，超级腻哦。超爱他们整张专辑都好爱，整张专辑都超好听，我要疯掉。除了喜欢俊的歌，其实俊的歌比较阳间，就是一般人会比较喜欢俊的歌，但我超爱一二七的歌，就是可以听听看。我觉得一二七的歌超好听。我喜欢硬件歌，可以这样说没错啦。不是一堆人听到 sticker 的时候吓到吗？我听到 sticker 的时候我觉得哦好听耶。Andy 是 HOT 的歌。一二七的歌超好听，大家每一首都很好听，这是主打嘛，但是他们抒情也很好听。可以，我直接跳到李凯灿的。试过了，往前一点。
段林凯灿简直是神仙。然后还有后面的林马哥，对对。反正他的慢歌也超好听的，每一张的慢歌都很好听，英雄那一张也超好听，无限的我很好听啊，英雄那张的慢歌很好听，然后 NCT Dream 大概就是，找一下，对，哎，混在一起，随便播，哎，不对。这是最近的，但最近有点就有点扭了，但是又没有歌，就是没有一二期扭的好听，我觉得。你好未来，你好未来超好听，你好未来是真的是对。不吗？不不不不。就是你可以听到风格超级不一样。对，我们要去无限偶像季。买好了，大家，我们要去无限偶像季。Hello Future。之后会公布名单。一力七是韩国NCT 一二七，一力七是 NCT 一二七。可以推荐俊的歌给，春天不听一二七的歌。这之前有类似没有？我，对，在户外。我很喜欢一首歌，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给你们听，等一下啊，有点久以前。等一下，在小时候的歌，小时候的歌。专属音乐机，对啊。这首吗？这首是2018年的歌。也是 NCT Dream 的歌。应该没办法到，没关系，这还没变身。我们刚出道，对，我们刚出道。5年前，但他们还没变身呢。这首歌他们还没变身。那我这首歌超喜欢，这首叫 One Two Three， 是 We Go Up 的里面的歌。
无限偶像组。那时候昨天不是公布名单吗？那就公布名单，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我就跟经纪姐姐说：“姐姐，我们加练一天，你帮我在群组问，今天我们加练一天。”然后姐姐就说：“好。”马上看到，我就加练，希望可以唱的，应该不会。练习，因为我们原本只排几次练习而已，然后我觉得不够，因为我们已经练过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进度不行，所以我就跟经纪人说，姐，我们再加一天。那姐姐也很硬，姐姐超硬的，姐姐就说，我说要先问成员可不可以，她说不用，不能来自己想办法。好硬哦，我说好。他自己负责，我说好好。因为我练完我觉得进度不行，以前太弹性了吧，没有，以前商演只会练一天，练一次，然后一个小时吧，两个小时。以前商演只会练一两，但这次其实排了两次了，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因为有人比较多，然后对，就是有人比较少上商演，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再多练。夜三班跟到拉萨，没错。对，请大家，我努力，我尽力。再怎么样，也会让他起来。超害怕。没追滑到一个段落都没。厉害，你竟然会新疆葡萄大。这个超好听，但这首也是翻唱。互相的时间真的很难，反正我都在，反正练习我都会在，然后我只是怕有些比如说跟不上的时间不太行，那就完蛋了。对，反正就是我也在怕。加油，再上正轨，努力上了正轨，努力上了正轨。哎、欸，你好厉害 ！Super 扣马币 ，ICD 一零。这颜色，这鞋子颜色非常鲜艳。那是一个白色的鞋子，那超好笑。还有 false Nico 子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讲韩文讲的很不像韩文。谢思琪送的红玫瑰，我刚前一个是在讲什么？我说上正轨是不是？对，还有。
快成功了。啊！我快成功了。这个真的很好笑。真的很厉害，一个经典都没落。我可以的。快了。快。看你要不要路滑、啊。你开始滑吧你。舞蹈教室不是舞蹈教室的问题。你现在舞蹈教室，我原本要说没有在开班，但是我发现没有，我日常开班。不是编制成员，我现在成员需要编测，但是还没有到成员。稍微有希望。目前看起来，但是对，没有但是，就先这样。主打就是一个陪伴，笑死！大概猜得出来，没有你们猜不出来。口香他自己跳的，酷。就是。经典平衡车没错，没有，希望一切顺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现在就会是好的。一直给我跳出中文版，中文版很可爱啊，甜蜜的 chewing gum。谢谢阳光送的 pop cat。聪明，算是很聪明，不可能，这个真的不可能。好耶，然后都不是花粉跟刺粉，是不是？你不喜欢站左边，左手超难哎、欸，左手是真的超难哎、欸。现场感受缘分相遇。其实 Venting 我是真的不太熟。Thank you.
盛宽是爱人，认真，这个有吓到。而且我都站右边，谢中喵送告白气球，哎，没了，这个就是 NCT Dream， 突然就给他一直放下去了。中文版要来了，我先，等下等下，他跑不过。我的防护线。期待变好。马吉马乔萨拉，下歌手缘分相遇。断掉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对，嘿，连上去哦，给我连线，有了有了有了，喜欢起司，对，无名都喜欢起司，无名的我不知道，鸡蛋糕只有无名的起司我 OK， 其他的起司不行。寒流很晚了，真的吗？但昨天已经很冷了。没有抽沙拉、哦、好难过，我的电脑一生出来就在这了，那抽沙拉是我。放在一整条粗的这样，立正方体、长方体。真的是经典，然后六个小孩穿着 Gucci 在地板上擦地板，是经典在这儿。没错，真的在擦地板，我真的在擦地板。
因为他们是躺平的，然后在那边擦。因为他衣服是 Gucci。没错。对啊，下太子、欸。他们上次试巡也有跳这首歌，只是不是穿古籍啊，就是。但就是他们上次试巡的时候跳这首，然后又不是身体都变长了，然后一直缩不进去出来，超好笑，缩不进去。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围成一圈，然后抓住前面的人的脚，然后因为他们就身体变长了嘛，然后就挤不进去啊，超好笑，那个画面超好笑。他们是我忘记是 Glitch Mode 还是什么的线上演唱会，也是穿了一个 Gucci 的军装，然后跳这首。因为抓不到前面的人，叫自己往前哦。我忘记了，但其中一个是钟成乐，我忘记是他抓不到别人的脚，还是他往前挪。但其中一个是钟成乐。应该是钟成乐跟罗在铭，感觉是钟成乐往前挪，应该是。没有，应该是罗在铭，我印象中。哦，这个有中文版歌词耶。这个名字好像哪里听过 ？NCT Dream， 那个真的超好笑。有，他们一直新疆葡萄大也有，后面就没了。后面谢海令，然后就没了。Yeah, talk about you。这是一场缘分相遇。就连是我拿手的科目，一定会靠近最多的羡慕。抓住初恋，清楚地图的黑雾。也只能就是陪你一起跳舞，心脏不由自主跟随着踏步。感觉有点恍惚，眼前覆盖一片雾，我看着你傻傻幸福。钟成乐这个名字有吗？我不知道，应该没有。是最初相爱那一幕，想一辈子都要心无旁骛。一开始还失手了，圣主的他们不是分一开始不是说 XOK 跟 XOM 吗？面吃完了还没啊，还在这，没吃完。找不到出口，不管我现在何处，永远都记住。也是哦，后来没分也是有出哦，酷。我完全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就是 XO 很少看。小时候很常在哦，对对对对对，还当评审哎，他也当评审哎，有小时候常常看过，
就是小时候。我的 QQ 号是，哦，我没背。我看一下 XO， 我喜欢的 B 搜牛。蛇月奇迹，中文版哦，有中文版。因为有时候通常那种音乐串流平台都不会更新到中文版的歌词，所以它竟然有中文版歌词。我不是说这首歌有没有中文版，但我是说歌词。我真的超喜欢这首歌，煮面会加蛋。对，歌词要看，但有时候会错误。的美照，我又不能拍，我手机在做直播。日巡呢？真的假的？吃泡面会加肉吗？不会，没有肉。那个女生的歌，对，是君海里面的歌。我看一下。相对对，我加蛋，再加蛋。有舞蹈版本，金马以前也是必看的，欸，好好看，哦。小时候很红的军牌，对。对，非常，没错。
超级久，很好听啊，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但他们那个时候我没有在看，我没有在追，所以就只是听过歌而已，但很好听。有这首中文版我真的没听过耶，我看一下。还找不到，这里卧虎藏龙，我找不到啊 ！Spotify， 等一下，那我去 YouTube。广告。饿到变丧尸 ，Snickers 大口吃。这没听过。中文有一种听得懂的那种哦，中文有一种听得懂的羞耻感。防弹啊，防弹！我记得有一首歌很可怕，那个不是是谁方文山写的还是什么？然后就很可怕。马上来。对，我记得，我想说方文山。对，我就记得是方文山写的，然后很可怕。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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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我记得他，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高中，我真的有听。
因为他们没有会中文的成员，所以应该还好。如果有会中文的成员，那真的是我很想看他们怎么吐槽这首歌。好酷啊！这我不知道，好酷啊！我跟防弹也，我也没在看防弹。这是什么的？身上玫瑰花，心跳快要爆炸。是不是泡泡茶是什么？重点是他们很有气势的在唱这种歌词，他们超有气势的在唱这首歌词。有哎，广州 fan meeting。而且粉丝真的在唱。看副歌，哎呀哎呀，粉丝很认真在一起唱，专属的欧巴哎，真的是范文山，我印象中真的是范文山。那方文山，我觉得方文山填韩国词都怪怪的。以前 Super Junior 差点要讲 Super Junior M 有一首歌也是，你们听 Super Junior M 有一首歌也很奇怪，也是方文山写的。因为我通常觉得很奇怪，我就会去看填词的人是谁，然后我发现又是方文山。
廉价的妆都太浓，但还好，就只有几个词，这首是只有几个词。就是廉价的妆都太浓，不是因为前面很。你懂吗？他前面是这城市夜晚闹哄哄，但是要闹哄哄，什么噔噔噔，快在人世中，我忘记了。人潮像快转的时钟，这不是我要的感动，廉价的妆都太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觉得超怪的。就是没有关联啊。这城市夜晚闹哄哄，人潮像快转的时钟，这不是我要的感动，廉价的妆都太浓。对啊，听完泡泡茶这个，对啦，这个还好。有，我刚那个泡泡茶是第一名。对对，没有逻辑啊，超怪的。但其他我没有印象其他歌了，但是通常就是变成中文帖子都很奇怪。刚刚的初音杠也有啊，吓得我吓得脸色变蓝，吓得脸色变蓝。Oh my super girl， 你是我的 baby girl。来看一下 super girl 也很羞耻其实。但可能因为习惯了就这样了。手机被我妈拿去换手机了，应该没有了。对啊，但很怪啊。怦然心动也有。有中文版吗？没有啊，中文版。心痛心
什么啾啾咪放闪光？哦，酷。这边很酷，而且对啊，后面合音怎么那么大声呢？这个也蛮酷的。Oh my god， 怎么那么困难呢、啊？很困难哎、欸！行碰行碰碰行，怎么猪猪咪放闪光？这个我不知道，我完全没听过，好酷哦！都给我推荐串，哎，那很痛苦哎。天天上新天上新，新天新。噔噔噔噔噔，也不管你几公斤。嗯。那、啊、我这样哦，好像我刚刚都是用 YouTube， 所以应该还好。我 Spotify 应该不会推荐我奇怪的歌。但我想找新疆葡萄大的中文版，因为我记得超级没有印象。五六代都不出了，四代吧，四代之后就没有再出。这个也很好笑，这个超青春像火柴，意外擦出惊喜 style， 用小 step 助跑，喷射出 big vibe， 我疯掉了，这超好笑。哇 ，Lion 有中哦，真的假的？竟然有中文版。We go up, up, we go up, we go up, we go up。等一下，别发愣给我爆！别发愣给我爆！节奏到了，全民直觉 shot。Oh my god！湿疹、暴躁、年轻、小泡沫、毫不保留、吃亏、We go， 日月都模糊，不停歇才 stay alive。Time flies, we fly， 的专辑弹你，彩蛋会上演 every day。好酷啊！真的是这样唱，一模一样。剧情真的这样唱，我记得这首歌很酷。球鞋被我自由的终点线，
让这拆除加冷心的 stage。请你的策略，多亏曾经够傻才能如愿，让这拆曲建立新的 stage。 他们很酷，真的很酷，挺好的。我还再给你们听一次刚刚那个很奇怪的地方。给你们听韩文版，韩文版Keep up Too slow Too fast Subtle Control Bomber Longer Tempo韩文很多尾音会填满那个奇怪的地方，因为比如说，我看一下，去哪？呀 ，Between us and ball， 然后中文版是什么？什么把球传给我？传给我 ball 还是什么？就是韩文会塞比较满，中文就是只能那几个字这样，然后就很尴尬。好奇人剧我也不知道，他们好酷哦。谢谢 ，Angle。很难擦，还有一首，还有一首《青春样》。那我就这几首，有中文版，但《青春样》。以前有唱过，在香港妈妈的时候好像有唱过，然后一些大陆的节目有唱过。向阳光奔跑 So what we have we are， 别怕你有我 So what
We had we young爆发的云朵 ，We are， 站在我身边飘悠舞动。这个还不错啊，这首好像还不错，比刚刚好多了。轻轻的你，那微笑的小酒窝。啦啪啪啪啪啪，啦啦啦啦啦。啊 ，SM 确实比较用心一点。So what we have we are 几几口气 free 超快，没有，但他们粉丝唱得很快。We are 长大了以后会记得有过手拉小手，有他们转换跑道，他们去美国了。别怕你有我，你很不一样，几几个几比。爆发的云朵 ，We are。曾经是仿的啊，那你在那个男子汉的时候也在吗？还没，太可惜了。DNA 入炸弹出，村的牛轧糖，给我弟要带去日本，我弟要去日本，然后他要带伴手礼，然后就顺便买了家庭包装的糖村，好贵啊！我都不知道牛轧糖那么贵，因为只有糖村的特别多，是草莓口味的，2017年底入2021年。也蛮久的，也有4年了。
牛奶糖，草莓口味牛奶糖。春日，嗯，草莓我觉得还是原味最好吃，草莓我觉得还好。才吗？我看看。我看到了，17603223是他没错。意外后补，我这首健身，哇哦，这首歌好听。就是不是粉丝也会听过的歌，
我朋友喜欢宝藏。跟七月七日，四月好，哦。哦，超整齐。那天也太忙，我公演那天，哦，哦，对啊，我喜欢赶场了。是会关系到，如果我迟到了的话，那就不行。嘉义那个是真的会塞车，有可能会塞车，因为是假日，所以没办法堵这个东西，所以没办法去。对。我也问过啦、啊，我说我如果几点结束，赶得及吗？就没有办法。Light， 非主打吗？My best friend for the
哪个？就是 For You。Go Go 吗？Go Go 要舞蹈。找到了，有 Halloween Ver 哎，要看 Halloween Ver。爱心版是什么？爱心版是什么？啊，这里。救命！应援嘛，因为会有应援歌词，粉丝就喊那个应援歌词就好了。我觉得应援词现在四五代就还好，以前二代应援超可怕的，二三代应援很可怕。好多爱心。十七月有太多人喊了，十七那个是例外，他们太多人了。我去。是哪一首？我记得最近还有一个很快的念名字的，就很快的那个拍子。哎，他的爱心怎么不见了？好烦啊！他们哪里放？哪里来的？
地方放那么多爱心。那我说 V 的胸前的爱心不见了。超厉害，Thanks 吗？我忘记了，但我记得是最近有一个很难。看一下啊，应援哪一个 hit 还是 thanks？ 啊，正着念倒着念是 thanks。Hello， 午安。Number five。人太多了，他们人真的太多了，然后就会变得很难。以前那种就是应援时代，每一家都在拼应援的时候，然后如果你不讲话，你如果不应援的话，你会被旁边瞪。因为以前有一阵子，我记得每一家都在比那个应援谁比较大声，然后就很可怕。B2B 吗？对，那个要跟着唱，我知道那个，我知道要跟着唱的，超好笑的。B2B， 这个他说还要合音。
厉害。但因为以前，以前比如说二代团的时候，官方是不会发粉丝应援的，所以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以前二代那个应援是哪里来的。但现在粉，但现在官方都会发 ，hit。是一个对对对，就是一个头头，以前是粉丝要自己点，但从韩国过来的。因为我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以前是不是就那时候没有，就是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头去发那个应援。年代尖叫就好，谁？来了来了，因为他们就 dance break 很长， dance break 很长的话就是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头，超厉害，好厉害，克拉不好当。你好像听不太懂，反正就是从头念到尾，尾念到头，人名就是重复，正着念又倒着念。就 dance band 很长，就要念很久这样。知道我没入坑，这样你为什么不入坑了？知道了。Seventeen 红很久哎，很厉害。对啊，有人就说那是不是以后也要放粉丝进去彩排，超难的啦。NCT 的都还好诶， NCT 蛮简单的，蛮简单的嘛，就没有到那么可怕。哎，早知道根本不会这。超难的，
那肯定要 NCT。没有那么多人，就是大队没有应援，有吗？还是有？我记得没有。但没有，对啊，没有，所以就人没有那么多，就还好，就没有遇过还要念名字的。哎，名字很长，是不是就能那时候也常念名字？哎，大队应援会死吧？二十个，现在搞不好以后变27个。以前的应援比较一起表演，什么意思？小巨蛋塞不下大队，大队应该要去体育场。对，要应该要棒球场地，这是大的。然后你去，然后就会遇到一堆那个国外来的粉丝，北流更小。三创，但是大队不可能去三创，大队去三创我会死，抢不到，北流也不够啊，小巨蛋都不够了，北流怎么可能够？本人都会发官方，去完一场演唱会，仿佛去，对啊，差不多。北流就3000。看一下 fact check， 我还没看过。네오늘은저희가특별히질주의응원법을다같이함께연습해보려고합니다会站到舞台下，感觉都是这种节奏，有吗？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感觉都怪怪，就 N 一二次的节奏，我不知道，比较对我胃口。
你的节奏都没有对我味。没电，但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没错。明天还有直播，明天见。宣传一下，生日会开卖。哎、欸，我就是要生日，对，今天开卖，生日会欢迎。人川文鹤经济，日本在长居体育场跟未知数体育场，就大概都4-5万场地，嗯。没错，真的会宣传，在10月18号，欢迎大家来。周边很好，周边是我真的会想要买的，但是因为我就是在想说要做什么，可能就会想买。对，所以我就想要就做了，也不是哦，就是还行，想要买的，就是我会想要的那种，我会想要的，我会想买的那种。然后无限偶像自己开始卖了，对，然后没了吧，哈哈，就这样。对，11月还有更多活动，还把舞台跳啊，舞台跳还超白痴的，我记得这个。公演还没公告的话，那就反正就大家就看到就好。对。没错，最后就会陆续公布。然后欢迎大家来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没错，10月是忙碌的一个月，拜拜，拜托不要再大意了，拜拜，不要再大意，代表大家才能够上台，才能够见到更多成员，好不好？拜拜，明天见，拜。3、2、1，拜拜。我的体力已经够了，现在黑角要送我支持你哦，拜拜。现在刚才送 Podcast， 拜拜。3、2、1，拜。